Hello， 兄弟们好，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镇远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只橘爷的重器。OK， 先看一下正面，右边是一个橘子，左边单独加了一个字 Marine。Marine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。这把刀的话，它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定制，而且这只是松田菊男本人典藏的一只，只制作了六只啊，这是其中一个 OU31 钢材，非常非常宽大、非常非常宽厚的一个作品。它的尺寸是415毫米，厚度达到了8.1毫米多，重量的话，这一只不含鞘是980克，非常非常夸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巨大护手，一看就是为这个美式的人研发的，因为我来握持的话是有点握不住的，啊，我是有点握不住的，这个太大了，真的是好大好大，超级超级夸张的一个博一头刀刃。而且是一个 S 刃的博弈，非常夸张。 S 刃格式大木，看一下它犀利的线条，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卧槽，整把刀非常非常的夸张。不光是设计，三维都特别夸张。这是它的手工定制刀鞘，哇，太大了，这是顶级的橘男收藏级作品。OK， 今天这支海军陆战队就介绍到这里。